去過警察總部軍器廠街的正門入口對開的位置咧係集結，咁剛剛咧有示威者咧係向警察總部裏面投掷一啲嘅物件，在稍早之前咧，大概十分鐘之前咧就已經咧有示威者咧喺度投掷嗰啲嘅燃燒嘅物品，咁一再有示威者向前啦，再示威者向前。是投擲一些磚塊，